前跟上了 AI 换脸风潮，透过社群分享自己化身武则天的影片。据悉，该影片的原始片段来自陆剧《武媚娘传奇》，当时由女星范冰冰饰演剧中主角武则天，而白冰冰透过 AI 技术变身为剧中主角，不论是妆容、服饰都毫无违和感，再配上剧中的经典台词，展现了霸气的模样。你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，而我武媚娘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影片曝光后，迎来不少网友留言大赞冰冰姐太美了，真的有女王的气场。也有网友认为白冰冰的脸型很美，不仅画上现代妆容很漂亮，也很适合古装呢。Bye.